什么东西 ？Holy cow！ 这是 horse 吧？这是那还是 cow？ 这是牛啊！牛。你哪里买的？网络上啊？网络上买的。网络上买的，不错哦。满满的人哦。好了，我们来到士林捷运站吃丰盛号。主食是炸肉蛋系口味。现在就是。天干晴天干，昨天是很好笑，他是脾气来的也快，但是他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 horse 吧？那还是 cow？ 是牛啊。啊！你就放开了，狂帅的牛尾。哦，对，原来这样才是对牛弹琴。对牛弹琴。很温暖，很温暖。很喜欢吗？龟儿子。不是海豚犬。这不就是海豚犬？好凉。
是什么？是松紧的吗？是松紧的，然后整个被撑到，我真的超级不爽。而且到这里就是说，如果看完影片之后，也要不要吝啬的帮我按个赞，然后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喽。